第十五课，新年就要到了。Lesson 15, The New Year is Coming. 一，听力。1. Listening. 第一部分。Part 1.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明天我要去火车站买票。明天我要去火车站买票。二，新年快要到了，我想和朋友一起去旅游。新年快要到了，我想和朋友一起去旅游。三，他在公共汽车上呢，我们等他一会儿吧。他在公共汽车上呢，我们等他一会儿吧。四，今天天气不太好，有点阴。今天天气不太好，有点阴。五，王芳是我妹妹，她的歌唱得非常好。王芳是我妹妹，她的歌唱得非常好。第二部分。Part 2。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你好，我的车出问题了，你们能来帮我看一下吗？好的，请告诉我您在哪儿。六，你好，我的车出问题了，你们能来帮我看一下吗？好的，请告诉我您在哪儿。七，都六点了，你怎么还不回家？我在想晚饭吃什么呢？七，都六点了，你怎么还不回家？我在想晚饭吃什么呢？八，这是你妹妹让我买的火车票，你能帮我给她吗？
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他。八，这是你妹妹让我买的火车票，你能帮我给她吗？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她。九，快要下课了，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九，快要下课了，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十，你的狗怎么不吃东西了？它这几天病了。十，你的狗怎么不吃东西了？它这几天病了。第三部分。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小王，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Xiao Wang's cup? 十一，新年快要到了，你准备做什么？我听说北京很不错，我想和妈妈一起去北京旅游。女的去过北京吗？十一，新年快要到了，你准备做什么？我听说北京很不错，我想和妈妈一起去北京旅游。女的去过北京吗？十二，你不是想回家过新年吗？买票了没有？还没有呢，明天我就去火车站买。女的想买什么票？十二，你不是想回家过新年吗？买票了没有？还没有呢，明天我就去火车站买。女的想买什么票？十三，都等了半个小时了，公共汽车怎么还没来？上班时间，路上车多，再等一会儿吧。就快来了。公共汽车来了没有？十三，都等了半个小时了，公共汽车怎么还没来？上班时间，路上车多，再等一会儿吧，
就快来了。公共汽车来了没有？十四，快要下雪了，我觉得比昨天更冷了。没关系，我穿的衣服比昨天多。今天天气怎么样？十四，快要下雪了，我觉得比昨天更冷了。没关系，我穿的衣服比昨天多。今天天气怎么样？十五，儿子，多吃菜啊。好，您做的菜比饭店的还好吃。他们最可能在哪儿说话？十五，儿子，多吃菜啊。好，您做的菜比饭店的还好吃。他们最可能在哪儿说话？